早餐吗？爸爸就在。小时吃遍镰仓，特种兵的一天。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在日本的镰仓，带大家去吃几家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。Let's go。第一家，我们去吃镰仓本地非常有名的糯叽叽梦见屋的团子。就是酱油味的团子，好好吃啊。他们家的这个团子糯而不烂，而且外面哦是完完全全被这个酱汁包裹着的，特别入味好吃。第二家我们去吃一家玉子烧店，他们家的口味非常多，而且小姐姐特别可爱。试一下这个海苔玉子烧。甜甜的玉子烧，然后海苔的话特别香。你们不要看这个玉子烧看上去邦邦硬，其实里面特别的鲜嫩多汁。第三家我们来打卡了镰仓一定要吃的镰仓大佛烧。看得见吗？这个大佛哟，好吃，那边酱给的超足。大佛就被我这么吃了，有点不好意思，罪过罪过。不过特别甜哦。第四家我们去吃镰仓的抹茶店，镰仓茶茶，这家有不同种类的抹茶，有九种不同浓度的冰激凌哦。试一下这个比一般较浓的抹茶。好香哦，好吃。太浓度高应该会越苦，建议不要选特别特别特别浓，除非你特别喜欢抹茶。最后我们去试一下当地很有特色的炸面包店，他家的芝士咖喱炸面包，一起来。外面脆脆，里面香香糯糯的，好吃。咖喱味很浓，那里面这个内馅哇，马苏里拉和这个咖喱的内馅，又是美好的一天。